多 HH， 没错，我回归了，头像本人信不信由你，我可想你们了，你们想我没？OK， 今天的主题是相信你们有眼睛的自己看哈。好了，不乱了。那个算个屁的导演，没你说话的份，给我滚去后台。现在是寒假，相信有很多新手想拍片，我推荐几个圈子：一、拳击圈；二、搬运工；三、迷圈；四、迷你圈；五、素材圈；六、混圈。剪辑圈的话，你可以用模板也可以到抖音、小红书、快手找剪辑教学。这边推荐两个剪辑软体，可配音的是剪映。搬运工在下载影片前记得要问过原创，且要得到同意，不然就是盗片。迷圈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找素材、上字幕跟声音，当然素材也可以自己拍。迷你圈跟迷圈差不多，只是背景是迷你素材罢了。素材圈就是专门做素材的，素材图片可以上网找。混圈就是刚刚说的都有拍，来推荐头像了。当然也可以用自拍照，我就是用自拍照，想不到名字的看这边。网名格式来喽 ，X 暂时等于你的网名，找到喜欢的，再把你真正的网名放在 X 那就好了。好啦，没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。如果你朋友是新人，记得分享给他。本美女要下线了，拜拜。